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另外一盘比赛，是由十月九段对阵崔京，崔京九段。嗯，崔京也是九段了。是的，从近一年来的表现看的话，崔京毫无疑问现在是世界女子棋坛的第一人。是，也是本届的32强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棋手。对，是的。那崔京在这两年，综合世界围棋比赛综合预选当中多次进入到32强，而且多次战胜了知名男子棋手。知名的中国男子棋手，他赢过顾子豪。是，这个好像就是在去年，应该是今年啊，对，进入LGB 32强，就是战胜的，对，就是战胜的顾子豪。对，那么在去年的三星杯32强的比赛当中，战胜了今天的对手十月九段。就是在去年的这个三星杯上，也是32强的本赛。听说昨天晚上抽签，在抽签的时候，就当崔京抽到十月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对阵的结果抽出来，刚抽出来一瞬间，中国棋手的代表团是出现了掌声和欢呼声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？这个可能有多种的寓意吧，是不是希望十月在LGB 杯舞台上可以再把崔京赢回来，或者是两个老对手再交锋，是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。是可能，但是又是欢呼又是鼓掌的，我觉得总之肯定是有这个意思，有一场好戏可以看。是，可也许他们在抽签之前，中国棋手在一起可能会讨论，十月你今天会不会还会对到崔京？然后话音未落，抽签就抽到了。这是一个，当然，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可能我想中国的参加32强的男棋手谁也不想对上崔京，被十月抽走了以后，如释重负，所以不由自主的鼓起掌来。是跟他下棋的话，压力比较大，内心压力比较大。对，确实是。对，对，棋手，我当然也是这么过来的。跟你去的下棋的时候，确实是，有点压力，有点就棋盘外的额外的压力。这不是对你去的有不尊敬的地方。是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压力，曹老师？还是就是说，总会成为一个焦点，话题的中心。对，就是比如说，就像今天吧，32强。有16盘棋，我们除了选了柯洁的棋之外，假如今天十月对上的是罗旋的话，不一定会选，基本上不会选。当然如果柯洁对上崔京的话，是毫无疑问的，就是会选这盘棋。说不定我们就讲这一盘棋，两盘棋了。对，因为这盘棋本身呢，不光是一场比赛，还是有更多的看点，性别大战。所以因为还有一点呢，确实还是有点男棋手输给女棋手还是有点不是很习惯，没面子、输多了以后就如果真正的把崔京当作一个对手，现在慢慢的也比较快了，就是说崔京如果成绩再一直出来的话，那么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男棋手这样的同等的，比如说崔京经常进16强甚至于8强，或者能够再更进一步，经常有这样成绩的话，大家也就习惯成自然了。对，就像之前芮老一样，对，经常在世界舞台上进这个男子的比赛。所以今天的十月压力会更大，因为去年在三星杯上已经失利过一次了。对，好，我们来进入棋局。这盘棋经过拆先十月的黑棋。十月下33呢，这个也是为了就是避免下出大家都
都很熟悉的布局。嗯，毕竟像三三的话，出现大型定势的几率就变小了。是，嗯，对，就是如果说都下熟悉的局面，那么对于高水平和低水平的这样对决的话，其实高水平的找不到优势，因为都是熟悉的局面嘛。那对，嗯，都是熟悉的套路。那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十月还觉得自己是相对来说高水平的，还有一种上手的姿态在里面。对，相对来说，虽然崔京在这个有突出的表现，最近成绩很好，但是从实力上来说，客观的讲，还是十月要更胜一筹一些。但是这个就是说，也是很危险的一种心态。嗯，最近的话，崔京的表现确实非常引人瞩目。是。嗯，所以今天十月这个开局也很新颖。嗯啊，首先这个小木啊，这个小木搭了一个三三啊，然后白棋小木，单关手脚进来出现的并不算很多。嗯，是挂角了，十月也不是下流行的点角，三三挂角。嗯，三间高架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三间高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，比较少见，是吧？嗯。那下什么呢？什么算是多见？嗯，因为，假如你要说少见它，我觉得，挂角就已经比较少吧。挂角跟这个加比的话，说不定还是挂更少，挂比较少。因为你挂了已经比较少了，所以我出现这个的几率就更小了。黑棋反家，这个好像这个棋形出现的还是比较多的。白棋靠在这儿，这个是目前的一种定势的下法。这个棋形以前的定势都是推这个的。然后黑棋点角，黑棋点角，然后白棋有挡有断，对，这都是老定式，对，上教科书的定式。是，就如果断的话，黑棋是爬，爬，然后白棋长，那么也，因此这个图，现在都变成了长，其实也是因为，觉得这样这个子是比这个要好一点，这个子的位置，这两个子的位置，如果黑棋，对。是好一点，但是现在白棋是也是挡，不肯选择这个这个段，他还是要挡。挡的话呢，他是这样，这个棋就是白棋是不太能挡这个的。挡这个黑棋爬回去，你这个下不出手。这个的话，定式书上也有。有是有，对，这个是吃亏的定式。那这个棋形，白棋显然。这个地方挪到这个地方，棋形上更为挺拔，更为舒展一点。是的，所以这棋呢，假如按老定是这么下，当黑棋点角的时候，多半会转到这个段上去，那么黑棋走回来，白棋长。这个定势呢，黑棋的地还是很可观的。对，底下这个还是漏风的白棋。对对对，这个尤其是在现在在 AI 看来的话，这个定势肯定是黑棋便宜。所谓这样的外势，在 AI 的眼里，它的倾销你这种阵容式的手法太多了。是。所以现在这个局部的下法。白棋都是长点张，那么黑棋现在是点角，白棋挡住，黑棋是爬，然后白棋顶，对，黑棋是搬，就下到这的这个搬应该也算是。只此一手，如果不搬的话，被黑棋搬回去了。对，不搬是这样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假如现在白棋打了长这个，黑棋就搬回去了。这个白棋是搬不下来。对，一断。搬就被断，打吃的话。太利。
还能立大富贵，对，经典奇迹。这个是这个是很典型的白棋是不行的。嗯，所以下到这里的时候扳也是只此一手。对，假如是扳一下你挡住我打了再查，这个情况就好很多，白棋也好很多。是，嗯嗯，白棋现在是虎一个。对，这个最早的时候可能是粘算的多一些，但后续呢又发展成虎也有。那这个粘跟虎，曹老师的区别是在哪里？那是区别特别大，特别大。对，嗯，因为你粘的话，它是这样，这个棋作为白棋方来说，这代就需要补棋了，几副马上就要补一个，嗯，它补是补在这儿还是补在这儿？不走我觉得不太行，啊，这个是行，这出来了。嗯，对，这个点方是先手的话，整个成为孤棋了。所以白棋一个是再补，一个是再补，嗯，白的是需要补。对，这两个可能也是各有利弊。嗯，啊，补这儿下面空一点，不是这儿呢，可能上面是有借用。马上要补，这个速度会比较快。是，走这个，假如你还是借的话，白棋还是搬这个。这个扳还是大，有这扳外围白的就厚了，嗯。那么，虎了这个之后，我们来看实战的结果。打吃，嗯，然后做白棋正好做个劫，嗯，黑棋提劫，白棋有一个很顺便的一个劫材，自身劫材，嗯，打了一下，你接上，他提掉，提掉，这样，嗯。这样还是配的，还是吃不消白的，把那个字贴了。嗯，就是在刚开局的局面下是初期无劫的状态，嗯，啊，没有特别大的劫材，黑棋粘上。嗯，啊，黑棋粘上。那现在白再把这个白再一尝，那这个白棋便宜了，比单独尝在这儿，对，嗯，是打到一下也便宜了。如果这里都不走的话，这跟单尝跟打到一下。这个白棋也是便宜了，嗯，对，你因为你，嗯，当这个劫不是无条件你能打赢的，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嗯，它挡下来比较严厉，是，嗯，你这个劫不见得你能打赢，嗯，那么你如果接上的话呢，会有种种的情况出现，它这地方会有断，你加它扳过了，嗯，嗯。走完之后，这一带呢，这一带棋形双方好像都没棋下。嗯，是。白棋也没什么好棋可以补，嗯，黑的下呢，显然被白棋做个劫是便宜，所以只能在这里大家先脱先，嗯，搁置一下。嗯，这个等了几百年以后再说吧。对，一般有劫的地方，嗯，就是脱先本是一个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有劫的地方代表这个地方就比较轻，啊，黑棋提吧，提来提去也就没吃多少，嗯，是，他就是有劫，就是你画手速，起码得画两手棋，对，甚至于两手以上才能把这个局部的问题解决了，是，就是局部效率不高，嗯，然后下手棋是逼在这里，嗯嗯。白棋走这个，嗯，这是常用的，嗯，挂三三的一个挂法，嗯，白棋在上边展开，这手棋呢，那头起来之后也是，这黑棋方来说也是想着能继续在右边洗行棋，嗯，假如右边。不是那么空旷，或者说黑棋不再想画手势的话呢，这地方黑棋是可以考虑就拆二。嗯，对，拆二的话，外边黑棋在这一带下棋呢，嗯，就会从容一些，嗯。我是既可以争得先手，如果后手关系也不大，我只要这绝不能够取得便宜就好了，嗯。对，但是这个棋就不一样了，白棋这个很严厉。嗯。对，所以一般三线跟四线搭配，嗯，啊，下到这个棋子下四线的时候，下一步拆边变得特别的大。嗯，其实是这样，嗯，这个图啊，假如你走到这儿，你下一手棋可以走在四线上。你现在这个头在上面呢，
你的下一次可能会在三线上，三线上就是高低配合，对，对，是一高一低。所以，反正我给棋友们就是建议一下，这手拆二也是可行的黑棋，这个就比较从容一些。嗯，我呢，这地方呢，我如果我追求速度呢，可以先在别的地方行棋，然后我再退而求其次呢，我在这里补的话呢，我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点可以下。走到这儿呢，基本上黑棋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地方能够抢到先手，然后走回这个点。嗯。啊。其实是想走这个。嗯。叫白棋震。震。嗯。啊，黑棋呢交换这两个之后呢，再抢了。嗯。这手棋。嗯。那么这两手棋交换是在黑棋看来是便宜了。嗯，好像其实也不一定。走了一下，然后抢到那个拆边，也是一种心情吧。很多像类似这样的场合，你心里给自己一种比较强烈的心理暗示：我交换一个，我总便宜了，你反正你也吃不了我，那可能还真会便宜，是有这可能性。就如果是让白棋自己围的话，啊，其实他也不没什么好围，对，也不知道围在哪儿，对，没，因为这个大跳的角上，无论白棋在这一带围在哪里，角上都是有棋的，对。另外你这个地方还漏着风，是。然后白棋跳在这儿，那这个先把这个口收住。 对，这个跳是有先手的意味，对，这不跳啊，这个大飞进去脚上是个打劫活。那如果这边算是白棋如果有一个先手意味的话，那这颗子啊不太好，对，不太好。不过你不可能也不太能算，因为你这个的话，如果跟那边胜势有关系的话，作为黑棋来说，肯定把你这个算作后手。是，这棋要杀棋是这样的，就打劫。那他就打劫，就打劫。我还有很多本身劫可以找，自身劫才是。另外，这个劫其实是这样的，对白棋来说也挺重的。黑棋并不是说我活了，我就在里边活。我活，我一直可以提在这边，我外边全通连。是，本身黑的就有每一手棋都有一手棋的价值。然后反观白棋呢，这手棋半手棋的价值都不一定有。这手棋是在布局阶段，简直就是浪费一手棋。所以这个劫不太好打，不太好打。也是要看一下当时的局面，对，只能比较自然的走到这一带，那么瞄到这个打劫。就比如说黑棋要活着的时候走这个，然后我就顶上。对对对，黑棋实战是靠在这儿。这个对于这个在这儿，对于左上角白棋高拆二的手脚，这个现在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清风的手段。这个白棋实战是退了一下，如果这棋扳住的话。黑棋手后续手段，他是连扳，是连扳吗？连扳下来吗？在这儿，然后打吃，我黑棋就成，这样白棋粘脚上，然后黑棋拉回来，对，黑棋顺便这边可以活棋，对，说不定他这边拐下去，在那边活棋都可以，这个黑的是能够得到起码得到一方的处理。对，这个靠也是大跳的一个常用的后续的一个手段，靠在这儿，那白棋退在这儿，那这两个交换其实实际上是被黑棋便宜了，稍便宜一点。对，可能是。然后黑棋再继续。黑棋继续打。然后白棋扳住。黑棋扳脚上。这个现在在这个局部这样的，就算是。像定式一样的一种定型，然后白棋并在这儿，这手棋下的挺冷静的，他为什么不扳着二？扳这个，扳这个黑棋也是虎，他能不能一路先打吃你？打是这个，黑棋是不搬这个？他现在是这样，搬这个，他会断吗？
他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他会去接上这个吗？就活了算了。不，这地方我要断你。嗯，你要补这个道线就走这个了。所以他现在单走这个呢，你现在这边的棋形不太好处理，会不会有点这个？嗯，就如果说黑棋拖的话，嗯，白棋会顶一个，顶一下。嗯，啊、哦，对，顶一下，然后你接上，我再搬走，再一搬。嗯嗯。大概是这样，这样黑棋就形成不了刚才那个八王一虎的棋形。嗯，八王虎的话是一个很有弹性的棋形。八王虎，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下，如果这个棋形这样，如果你还补一个，我就补在这儿，这个是黑棋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棋形。是，嗯，是。它的道理大概在这里。嗯，所以呢，它是。单虎一个，现在白的也是虎，黑的也是虎一个。嗯，白棋补了，黑的也补，但是这个黑的就下不着了，白的可以靠下去。然后黑棋小尖。嗯，白棋尖。白棋粘上。黑棋渡过。这样白棋可以翻住，对。一起靠，这些寻求出路。嗯嗯。由于这一带呀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是有先手意味儿，我感觉黑棋活的。不会太舒服，至少啊，是是是，这个大概起码可以算出他三分之一个先手的，哎，就是算一半也算多了，本身是有点价值的、嗯，起码我跳下这时候我把这接上，我不跟你打劫了，嗯，你得补回去，嗯，对，这也是有一手棋的价值、嗯，是的，不过现在这个棋黑的很难处理好，他不能简单的出头。出头的话，这地方被白棋一飞，嗯，点一个方吃不消，很不舒服。嗯，点完方之后，连接这里边就是局部已经是形成死棋了。对。那实战呢，继续在这一方向寻求出路。嗯，好、哦，加一个的意图是，白棋如果顶完了断是不成立的，是吧？对对，顶完断了。顶完了断，黑就吃上面，黑棋就拐了吧。哦，吃在这儿拐吗？啊，单拐。嗯，可以吃啊、单拐，然后吃我就藏。就藏。嗯，我这个两个把你吃掉，黑的非常爽。嗯。哦，还能走这个。走这个我顶你提这个，嗯，我接受，这个可能关系到一个判断了吧，这个黑棋活的话、啊对、嗯、那这样的棋它有没有别的棋，有没有别的棋是吧，不能吃这个，吃这个我跑，吃完就跑，嗯，撞了一气，这个对角、嗯、下面来说，嗯，不过这棋，我想即便像刚才那样，你就要吃，嗯，藏，你搬。我是不是这样给你吃两个，我也还能够下呢？这三个不要了，还是可以下吗？接上。应该是这样，黑棋好像也目前只有这样下了。这个里边保留一只保留一只针眼，就直接往这边跳出来。嗯。然后再虎出来。对，也有可能也是一种下法。嗯。嗯。对，这将来还要跑，嗯，不过白棋的话，后来实战下法应该比这个更为严厉呗，比这个要好，
就作为黑棋来说，他希望白棋这样简单冲过来。嗯。下面那怎么处理黑棋都要比别的下法要好一些。对。不过白棋这地方推进下的非常强硬。嗯。这步很好的一步棋。顶了冲，然后压这边。嗯。这个白棋不太好办，因为你要接我就挡住。嗯，白棋挡吃。嗯，别上，这个还不肯交换掉，没什么意义。这个呢是一步熟手，它正好冲出来。嗯，这黑的也挺苦的，这个棋形也不好。嗯，是吧？不好。就这个接下来的下法就下不动了。对，如果说这个虎的话，这被一扳完之后，这里不，他气很紧啊。他这个走这个的话，他就把这两个吃掉就行了。嗯，你都不活，我再点你一下，对吧？这棋面白的也厚，那边也厚，所以我黑棋是走这个是吧？是的。对。然后白棋扳住，他是想就地生根，不过这地方不知道什么地方，也许十月有点误算，另外黑棋做不活，所以刚才这个之前这步棋下太狠了。我们当时摆的这个段的时候，上面吃掉这三个，其实我觉得当时白棋也是白棋好，对，但是那个图呢，黑棋活了，是那个是活了，这个呢就黑棋局部是不活的，嗯。现在不好办啊！如果说小尖的话，就断一个。小尖对啊，我断一个。就断完之后一打。断完一个你不活。如果挡的话，这里是点完了一顶。点完了一顶是吧？对。嗯。是。不好办。就局部就下到这儿，局部已经是死棋了。他走这个。活算是活的，大概走这个哦，是吧？我要顶一个，你就把这个挡住，活了吗？活了，活了。但是我这个冲一下，这个也是先手，你得把这个接掉。嗯嗯，外边白的太厚了，这黑棋也是吃不下。主要这边欠了一个打劫活，对。那么这一带白棋有很多自身劫材了，嗯，不是自身劫材，有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劫材。嗯嗯。嗯这棋下到这黑的是比较困难，对，嗯，黑棋是顶了一个，顶一个，对，嗯，顶一个，希望白棋挡住之后，黑棋就一手再活在这儿，嗯，白棋跳，嗯，下一手这白子下的非常强硬，嗯，跳不能给他跳着了，嗯，跳着再挡住他里边眼不够了，嗯，冲他就挡住，嗯。拐，往外拐，嗯，这个断现在还是可以成立。对，就局部的话，黑棋这个尾巴已经是被断开了。他因为这个是他打不行。打他可以接上，你这再打我接上，你再打我可以跑出来。这个你可以叫直角接上，甚至我跑之前这还可以打掉，不打也没事。跑这黑棋崩溃了，所以他现在这个不能在这里打黑棋。这个情形的时候，黑棋只能从那边出去一个，这样。对。嗯。他希望白棋下来这儿，黑棋现在接上，这个是有个争子，应该一争是把棋争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他有一个接不归，对吧？嗯。不过呢，白棋。这个局部，白棋下出了一步好棋，先搬这个，嗯，没办法，他得跑，对，这样你这个争子就不成立了，他就可以打吃，
身上，然后再把这个团住。哦，这个白棋的收获太巨大了。对，实战黑棋提这个尾巴被吃了。哦，这个简直不能说尾巴，这个是尾巴，但是这个一条小龙吃了，哎，对，吃了这个尾巴之后，你前面的那条小龙都牺牲了。嗯，这个是不成为转换的。这个应该是十月在这一带有无算。无算，对，有无算。不过，下边跟上方可能这个地方黑棋的步调没有协调起来，因为让白棋就正在这，或者靠下去再正这个一扳，这黑的这一带目前没看到有很好的处理的方法，总归是有一点点苦。不过再怎么样，黑的别的下法总会要比这个好。这棋现在黑棋太难进行下去了。嗯，对上方这个实力太大。白棋被这个。嗯，这两个是黑白棋是连回去的。那这上方也没有完全，对，就是说这地方有这还有个几个破眼。对，嗯，这个十月是以力量著称，这个，网名也叫场均一条龙。嗯，力量非常大。嗯，在今天的这个跟确定力量上的较量上，这一代好像占了下风。对，一起跳。嗯，然后白棋小尖。嗯，小尖的话是这个先手，然后当然白的除了有这个几之外，起码这个小尖是先手。嗯，一起压，一起挖一个。因为白棋这个是先手，嗯，就是说你我挖这个，你无论如何是不能在这里打吃的。我藏下来这一击大概是吃不消，不过也是不是也不能在这里叫吃啊，这里叫吃我接线又要挤你啊。对，他是走的，那实际上这个后来我看见他的下一步在这里接。嗯，那白棋单长也意思也差不离，冲一下早晚的事情，不过走了这个是先手。嗯，再去冲一下，因为是这样，你这都没走着，你这个还没走着。嗯，所以白棋要走这个你就不活，就是冲完不是这个是就是即便我比如这样的话我一冲你也是死的。是我是说的是这个意思，气不够了，你这个没走着，就走这个的话如果白也不走里面是一个接不归。对，嗯，但是你接不归我就给你接不归呗，但也没事。所以现在这个棋黑棋它是冲，那白棋就不用接了，白棋就靠一个。嗯，这样有这个靠，这块白棋厚了，现在这棋黑白棋的优势太明显。白棋靠这个。嗯，黑棋上扳。嗯，立，扳完之后再一立。黑棋管，嗯，白棋扳，黑棋走这个，嗯，黑棋虎，白棋靠，这时候棋下的挺好的，靠完之后这个尖，有了这个尖我们看见。下面他还有紧跟着还有他的下一步。嗯，阿鲁飞过。阿鲁飞过，这个是恰到好处的一步棋，没有这个的话，嗯，他这个有靠下来，你冲过来他这边就进去了。还有加啊，那么有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步棋。这个之前这个靠也是不错的，本来他还有可能有这个靠。嗯，这一叫吃，你如果接上，它是一可以拐出来。
又一个滚打保守，这个被滚死了。嗯，所以崔京这盘棋下的出发挥非常出色。对，这个一靠一飞一尖一飞，这白的没走到东西，这个靠之后啊又没走到东西。嗯，这一代反而白的是有成功的潜力了。嗯，希望这都是空。哦，白棋接下来这步棋下的也很狠呐。对，这是崔京直接进来了，显示实力的一手棋。嗯，就这盘棋从目前的局面来看，嗯，应该是白棋优势的。对，那么这步棋。其实如果从优势的角度讲的话，有一点点的，有一点点冒险。对，嗯，是的，嗯嗯。但刚刚其实说起来不一定，一定要掉在那么深入的地方。那唐老刚才说这是实力的，嗯嗯，自信。是的，就不担心被吃掉，然后黑棋飞，嗯，啊，白棋继续靠。对，这个下得非常好，因为有这靠，嗯，接着就这种地方就有飞了。白棋飞，嗯，白棋飞，嗯，黑棋压压过去，连续的压，嗯，当然看起来的话，白棋是还没通连，是，这地方你长，它继续压过去，你要搬这个，它挖在这里。不过这一带呢，这个白棋还是有腾挪的空间，嗯，白棋往这一压。白棋扳住，嗯，白棋断，嗯，对，这个扳住，那退的话，这白棋扳这个太容易有眼位啊，嗯，那扳的话它是断，嗯，这个感觉局部进入也比较多，对对对，嗯，应该不会死掉，白棋扳住。黑棋虎，啊，白棋虎，搬下去下面就有眼了，嗯，所以这个要藏。嗯，那局部来说的话，这个搬已经是对回家了，已经回家了，搬一个已经是回家了，因为你断我刺过来。是。不过呢，这个空还没破掉，你搬的话，它可以，哎，可以从这个。嗯。嗯。嗯。你只是跑了这些，还没有对。黑棋，嗯，造成根本性的破坏，这个崔京下的是更狠，他在这里冲一个，冲了一下，啊，嗯，冲这个黑棋挡住啊，然后拐白棋拐，这个不好搬，这两个气比较紧，这里还有打吃，嗯，这里还有搬，这个。黑棋还是比较困难，嗯，他不能，他不能走别的，他走别的这贴是先手，他吃不消，所以他要走这个。对，如果是打吃的话，立先手，挡就先手，白棋直接搬走了，嗯，回家了，嗯，那就没办法下了。然后，嗯，感觉崔京这盘棋下的行云流水。各种靠，这靠各种手筋啊，怎么给他都下的似乎是恰到好处。对，就是这边靠，然后这边靠了一下，然后这边又靠了一下，嗯，这个靠下的很漂亮，嗯，因为他下面这手扳就成型了，这个打四先手这一扳这是一个好有眼位的一个棋形，所以他是虎在这，嗯，那就长，这地方假如你接上我就打吃搬搬，这地方一个眼，这挡住也是个眼，嗯，很简单的就活了，嗯，哦，他是虎了一个，他长，那这地方他就不能随便接了，加进去，他是把这里的眼先彻底破掉，嗯，
这个它也不好搬，搬的话它这个打吃，这个打吃下去，它非常不好搬。嗯，打还立，应该只有立。这白棋的话，感觉都活了。白棋是不是走这个也行？这个先打吃都可以，对，可以先打吃完之后再贴下去，再一个贴下去，对，贴下去是可以，嗯，所以它不能搬，只有立。这样的话，这边又松了一点，对，白棋叫吃，黑棋接上，这次序紧了。它先叫吃的话，黑棋有可能搬过，嗯，它现在不让它搬过，然后。他这个打一吃也不亏，除了有打将的意味之外，就以后这两个字有可能被他叫吃提掉，嗯，所以先打吃他不亏，角度也便宜了，他先往外先往下冲，哦，冲这个时候黑的已经不能在这里挡了，对，挡不住了，挡上去上面有冲，这个打吃粘上，这边有吃，这边有吃，所以嗯，只能往下拐，就拐这个。它这个拐完之后，白这个打呀，它依然有问题，对，这个还是粘不上。它打还是不能粘，嗯，粘的话它又要冲过来了。是。所以，这个棋只能挡在下面。那下的还是非常好，这白棋次序下的非常好。好一些，他只有崩着这吃，我这棋已经吃不了了，对，稍显勉强，嗯，感觉四处黑棋都是有漏洞的，对，嗯，但是这棋我不知道崔军下这样的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进入读秒，嗯，如果进入读秒的话，这边从这里开始这个靠或者更早一点开始的这个腾挪的手段，嗯，真的下得井然有序，嗯，就没有发现他这盘棋有明显的扼手，嗯嗯，下得挺漂亮，都很漂亮。都因为在处理这块大龙的时候，用对白棋来说压力也是挺大。是，在整个全局的形势，嗯，还是在比较有利的情形下，假如真进去的话，万一被对手杀掉，这一棋，而且挺可惜的。对，嗯，这个十月，嗯，力量也很大，嗯，啊，经常杀别人的大龙，嗯，嗯，对，现在这个十月确实也是在杀。这时候大龙，然后冲，嗯，冲一下，这下他是挡住了，嗯，他叫吃，嗯，接上，他这时候搬下的很好，是搬了吧？嗯，先虎了一下，啊，先虎一下，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力，粘上，粘上，然后再搬。再搬，嗯嗯，对，这边哦，这边已经是一只眼了，对，那么下面只要做出一只眼就可以了，是，它因为接上的话是不行的，它就能挡下去就行，嗯，这下面虎都打都感觉都快回家了，嗯，这个黑棋太勉强了，嗯，所以搬这个时候。黑棋连扳住，连扳住，白棋下一手棋下得非常的妙，嗯，感觉可以作为，如果这手棋是成立的话，可以作为一道题了，嗯，拖在二路上，嗯，对，嗯，这个很厉害，就现在因为黑棋不能走这个，走这个他就打吃，是，提掉之后在这一冲，这个白棋就行了。这个黑棋无法收拾了，嗯，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，直接冲是不成立的，嗯，啊，提的话就直接立，对，所以这步棋下的很精妙，是拖，
然后黑棋只能粘上，那紧接着下一手棋更精妙，嗯，那继续拖在这儿，然后加在这儿，嗯，这棋他如果假如走这个的话，好像怎么下都行，好像怎么下都行。挡一个，下什么都挡行，就粘上。对，下什么都行，对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然后对黑棋脚上还没有活，所以其实有了这个加，应该说下出这手棋之后，已经宣告了本局白棋的胜利。是，对，这里一个眼，这里很显然会做出第二个眼。是的。然后黑棋是长，嗯，那白的正好冲下来，嗯，黑棋再冲一下，白棋接上，现在这一接这一提一接这块给绞死了，这一黑的只有打出这一下是吧？嗯，让白棋挡住。这样白棋这块棋其实已经活了，黑棋交吃，嗯，虽然并不能把白棋把黑棋这几个子吃掉，不过因为白棋这个历史先手，那么这一长就是一个第二个眼，现在白棋已经活了，白棋活呢还活得好一点，对，他把这个顶上要着这个地方藏一个，这里就有眼了，这棋黑的其实已经很难再继续下去了，嗯，就基本上这盘棋已经是输了，嗯，对，空不光龙没杀着，空都被卷没了。嗯，这个走一个是破他的眼，要提一下，白棋提，往这上，他没粘，哦，没有粘，他把这个断掉。那这个但这个白的就简单了，应该这个局部也许还有一些别的棋，不过可能会有点复杂了，嗯，白的是选择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打吃，嗯，打吃，不过白的要注意的是不要看着好像能把它蒸掉，嗯，蒸是有一点点小问题，你争的话他一直跑是吧，跑掉可以一直跑再跑，对，他又跑，哦，打吃的时候他正好一个双脚吃、嗯，这个十月给崔京就设了一个陷阱，对，挖了一个坑，对，看你跳不跳，所以他不能白棋不能在这里争吃，继续在这里打吃，嗯，这样黑棋就没什么机会了。那黑棋长，嗯，白棋在这里长，确保这块棋做活，就这地方有眼，这地方有个眼，所以不会有问题。嗯，嗯，哎，所以下到。这手棋，嗯，就是这盘棋的最后一手棋。十月看到这手棋之后呢，就投子认输，认输了。嗯，嗯，嗯，这盘棋，崔京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。嗯嗯，下的非常的漂亮啊！从开始的局部的计算，嗯，到后续的腾挪。啊，包括这个局部的处理上，对，可以说下的是非常的好啊，没有明显的坏棋。对，崔京以这盘棋表现出的水准的话，假如他现在这盘棋他赢了，就是进入了16强。嗯，如果他还能更前进一步，我是毫不怀疑，或者说就一点都不惊讶吧，起码是可以这么说。是，嗯。就是这盘棋的质量上来说的话，战胜十月也是一盘完胜，非常好局，是堂堂正正的一盘胜利，哦，对，没从开局到中盘到中局，嗯，没有给十月
一些很明显的机会，主要刚开始的十月这块可能出现了木算。是的，这个地方这上来这个地方就配齐是确实处理不好。对，但是你说它明显的哪手棋误算好像也不好说。正好就这棋形的结构啊，就是下当他靠在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是觉得白棋是占据主动。那么其实现在呢这个崔京呢也是也是其实从近了说是本届 LG 杯世界前方赛的一个亮点我们会持续关注，就看看他什么时候被哪一位棋手，应该说是被哪一位男棋手所打败，这个所终止了，对，也是这个肯定是本届LG 杯的一个焦点。是，那也作为女棋手呢，也希望崔京这个能有更大的突破在世界舞台上。那是我作为旁观的男棋手来说，也希望崔京能有更好的表现。这样比赛就更加的有看点，更加的精彩。是，那作为一个女棋手来说，她到底真正的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对，我们一起期待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盘棋，今天的这场比赛，我们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